嘿嘿，今天是6月6号，是我们领证一周年纪念日。我们今天没有出去外面过，然后就在家里买了一个小蛋糕，一起庆祝。走一点。我们要许愿，许愿，许愿。等一下我。好，来比心心。手写信，交换，我们要重来一次，隆重的交换。双手交换。什么鬼？哇，写的这么满啊！好丑啊！你是太感动了，最后一句。天天有归来。